告诉公卿，三天之后我在甘美草原等他。我要等的人不是你们。老张，收手吧。都回去吧。老天师，您至少应该听大伙说一句吧。冯会长，你们天下会也想插手老夫的事吗？那怎么敢？他们不敢，我敢。你的事我就要管。你给老天报仇我们都能理解，但你这一路鲁莽行事太过了。别人不了解你，我了解你，你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你到底还有什么瞒着我们？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你有什么难处跟我说，我给你想办法。都说人越老脾气越怪，老陆啊，我今天没别的难事，就是要扫平全姓，我倒看看谁劝得住我。爷，老东西，你这是呛火啊！既然如此，那我陆锦就豁出去试试。堂堂一代天师，天通道人，不能让你再怎么肆意妄为下去了。抱歉了，老陆，我今天没心情跟你耗，你们谁也别想拦我。你们既然来了，有句话我先说清楚。待会儿我和全影之间无论发生什么，我不希望你们直接插手。这事了结之后，我自会承担一切罪责，接受惩罚。丁斗安，你也来了。能与天通道人交手，我怎么能错过呢？全姓屠军房，见过老天师。公庆呢？他在不在都无所谓，我们可是专程来找老天师您的。攘气仁义，而天下之德，始宣同矣。龙虎山上打得不够痛快，今天我们全姓十四人专程来挑战您这位异人界的绝顶。全姓代掌门恭庆拜见老天师。堂堂全姓代掌门，跑到天师府府邸做小的，在我眼皮子底下当了三年道童。小庆子，你胆子不小啊。龙虎山这三年，在您和田师爷身边我学到了很多，
公卿在此谢过太师爷。这种时候你还敢在我面前提老田？太师爷，我现在命就在您手里，杀我不急于一时，在临死之前我想再向您请教一下。说。我杀了田师爷理应偿命，但您不惜得罪石老，不顾异人秩序逼我现身，这么想杀我，为的不仅仅是我这条小命吧？您是想守住田师爷背后的秘密，对不对？看来我猜对了，您想让这世间忘记假身之乱，不再重蹈覆辙。但您有没有想过，大家真的能忘记吗？只要八奇迹还在，就一定会有人来寻找这个真相。难道您见一个杀一个？您想要阻止动荡发生，该杀的人就不是我，而是张楚岚。作为假身之乱的罪魁祸首张怀义的孙子，张楚岚才是会实实在在让这一切重新现世的人。只有他带着气体源流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这一切才会风平浪静。您知道这一点，所以才会用天师渡把他困住，但他拒绝了。是不是在田老的记忆里还有比张楚岚更重要的东西？世人都知道假身之乱始于八奇迹，但却不知道相比于八奇迹背后的秘密，这一切都不算什么。您之所以这么重视田老的记忆，就是因为在他的记忆里，除了当年的那些东西，还有远比这更重要的信息。一个足以让整个异人界天翻地覆的地方，那就是全姓前掌门吴根生的悟道之所——二十四节骨。张楚岚对我来说是个变数，对你来说也是变数，因为像他这样的人，心怀正义之心，才是最能阻挡你们的人。小杏子，你很聪明，聪明用错了地方就是灾难。无论记忆有什么样的力量，都不应该落在你们这些人手里。如今的异人世界早就离心离德，坐视不理才是最大的灾难。让整个世界重新洗牌，找回本初，这势在必行。老天师，您阻挡不了的。上一个假人之年我错过了，这回不会了。不，看来您真的要动手了。杀了我也会有您的代价，以后异人界的事情您就不能再插手了。异人界不只是我张志伟，你有你的信念，我有我的信念。代掌门，能阻止你们的人已经站出来了。邪不压正，邪不压正。师爷，
兰，你来了。楚兰，师爷闯祸了，今天可能是咱们爷孙俩最后一次见面了。有人的地方就有规矩，更何况这规矩是我当年亲手定的，我现在打破了它，应当接受惩罚。共庆死了，但田师爷扼守的秘密终究守不住了，他的记忆在全姓吕梁手里，剩下的事情就靠你了。师爷老了也累了，早该退出这些纷争，毕竟是100多岁的人了。我觉得您还能再多活100多岁呢。再活100岁那不成老妖精了。楚兰，师爷有件事情一直想问问你，你那么想找到真相，可是找到之后你打算怎么做呢？其实我也不知道，但这是我必须要去做的事情，不管是为了我爷爷还是宝二姐，当然我也为了我自己。那要有人用着真相害人呢？你要知道人心贪婪，很多人为了利益可以不择手段。那我就去阻止他。坏人那么多，怎么阻止？那就拼上我的命。师爷当年要是有你这样的决心就好了，今天的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简单的事情师爷做了，最困难的部分师爷难得自私一次，就留给你了。师爷，上一次有人握头还是我爷爷。人生很长，你爷爷师爷我只能送你一程了，今后的风雪艳阳我们都不能过问了。师爷，师爷，能不能最后帮我一次？我爷爷给我留下的金枝手，你能不能帮我破了？他的记忆在全姓吕梁手里，剩下的事情就靠你了。甲申之乱，八奇迹，八奇迹，现在出现了有居渊遣将、通天路、封后奇门。封后奇门，楚兰，老天师还交代你什么了？我师爷跟我说的每一个字，我都复述给你们了，就这些了。哎，老天师的这次隐退，别说是异人界了，接下来就那石老都会冒头作乱的。毕竟能封住他们的人，出不了龙虎山了。哎。我之前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当初你为什么要拒绝天师渡啊？是啊，楚兰，既然你没办法继承天师渡了，
至少给我们个原因吧。宝儿姐，我爷爷跟徐爷说过什么？他说：“小子，如果你也在调查他的身世，就应该晓得，所有的一切都绕不开那场骚乱。”想了解宝儿姐的身世，就必须解开假神之乱的秘密。我爷爷这是把徐爷往沟里带。为什么这么说？解开秘密就可以得到身世，那如果没解开呢？宝儿姐就会一直守在我身边，我身边就会一直有宝儿姐这个超强战力守护。宝儿姐，你跟徐爷都被我爷爷利用了。你的意思是张怀义一直在骗我吧？我爷爷没有骗你们。解开假神之乱确实可以知道宝儿姐的身世，但天师度本身就是一种禁制，一种封印。如果我得到天师度，师爷就会死。我也会跟师爷一样，即便知道了所有的秘密，也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宝儿姐。与其这样当一辈子天师，不如当宝儿姐的奴隶呢。那楚兰，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啊？接下来当然是完成我爷爷承诺了，36贼八奇迹，一点一点顺着线索，总会真相大白。哎，我说哥们儿，你是不是想的太简单了？这么多年都过去了，这36贼早就死绝了。哎，并且八奇迹又是异人界的不传之秘，现在拥有八奇迹的人都有谁啊？从王矮到风正豪，再到陆锦。哥们儿，你告诉我，哪个不是狠角色啊？你想从他们嘴里挖出点料，哼，比登天还难。你说的这些我早就想过了，但你漏算了一个人，我绝不会停止寻找真相。王野的丰厚奇门就是接下来的线索，而且根据我的判断，盯上他的应该不是只有我。太儿爷，是我王野，我给您带粥来了，您最爱喝的南瓜玉米粥。太儿爷，你还回武当干什么？武当是我家呀，我不回武当我去哪儿啊？我这都回来一个星期了，你也不出来见我一面，好歹给我个解释的机会吧。之前在电话里你不都解释清楚了吗？太师爷，您还在担心我使出的封侯奇门会让武当遭难吗？您放心，武当有什么事儿，我王爷顶着，绝不连累其他师兄弟。王爷，我的意思你没明白，你已经正式被武当除名了，武当日后就算有什么劫难也与你无关。太师爷，我不是你的太师爷。以后你想来武当旅游，我们欢迎，别的事就不要再提了。王施主，
朋友，王毅，别打了，哎，过来，哎，你们许个愿啊。大帝啊，保佑小新能接受我。大帝啊，保佑我这次考试能进前五。王爷，你也拜拜啊，这真武大帝可灵了。我不知道拜什么。你想要什么就拜什么，啊，去。爸爸，你们别管王爷了，我们去下一个店拜。哎，等等我，等等我，等等我。道爷，您说大帝会管我们吗？这要看他们许的什么愿，也要看以后的表现了。小朋友，你也想许愿吗？我觉得吧，他老人家要是真的什么都管，也太辛苦了。我还是少给他老人家找点事儿吧。众生皆有烦恼，他老人家没有啊，也不会累。你要真有心愿，那就许许吧。他老人家这么厉害，我问题可以吗？当然。我是什么东西？本以为张楚岚才是那个关键，但其实我学会封口奇门的那一刻，就已是这假身之乱的劫中之人。在武当数年，我却始终没看清自己，我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王爷道长，去机场吗？要不要我捎你一程？来吧。嗯，谢了。不谢。王爷道长，我爸特别赏识你，当初在异人演武大会，除了那个张楚岚，也就是你王爷，什么张灵玉、诸葛青，他压根连看都看不上。你爸还挺有眼光啊。那是当然了，出家人最缺什么？当然是钱。有钱谁还出家呀？嗨，我就跟你直说了吧，我爸其实是想挖你来听下会，每个月给你20000税后。这么多？对啊，来我们天下会不比你在武当山当道士强得多吗？你看咱俩差不多年纪，我这一生再看你，等你有了钱就不用过得这么寒酸了，想穿什么穿什么，想买什么买什么，多舒服呀。说的对呀。这就对了，这是合同，你看一下，有什么问题随时跟我说。哦，也不急，你先回去休息两天，到时候我派人去接你。师傅，方向开错了，停在前面的停机坪吧。我给你买的头等舱。真别这么客气，我都没坐过头等舱。没坐过不要紧啊，凡事都有第一次嘛。到时候来了我们天下会，头等舱要多少有多少，让你坐到吐。嗯，师傅，就停那儿吧。王爷道长，不是这家，咱们走错了，咱们还是上车吧。别走。哎，杜哥，好久不见。都跟你说多少遍了，别这么叫我。哎，这位是司机吗？辛苦啊。啊，不辛苦。方老弟，回京城吗？要不要捎你一袋？嗯，不了不了，叶总。啊，不是，王爷道长，那个。我还是先回去跟我爸汇报一下吧，我就不打扰了。
王爷道长，咱们回见，回见。杜哥，咱是不是走错地儿了？我记着我家小区没这么大呀。王总去年又买了30亩地，扩建了小区，可能是上年纪了，你又不在跟前儿，他总觉得小区里空空荡荡，所以多盖了几栋别墅，多住进点人，显得热闹。他可真够折腾的。哎，叶总，你这事儿可不行。怎么了？王总生着病呢。啊？你就别气他了。把这个换上。妈，回来了。小野，哎呀，想死妈妈了！妈妈看胖了没？哎呀，真是长大了。哎，刚刚你赵姨还给你介绍个女朋友呢，妈帮你看过了，长得可水灵啊。我爸呢？你爸在卧室呢。我跟你说啊，你爸最近身体不太好。你，哎，小野。爸，小野，您怎么了？已经找最好的大夫看过了。你爸呀，就是忧思过度引起的脾胃虚弱，还有严重的神经衰弱，失眠、抑郁、头疼、脚疼，全身都不舒服。你知道他真……行了行了啊，我跟那个儿子说两句啊。爸，哎，小野，没事，爸爸呢，就是想你想呢。前天武当山那周大师啊，给我连电话，说呢，你已经不是武当的人了，马上就要回家。我一听啊，我的病一下就好了一大半。我今天才离开武当，您前天就知道了。我跟那个周大师啊，这么多年的感情，我们关系特别好，这样也好啊，好好的帮爸爸做点事。你看，就爸这身体，哎呀，恐怕呀撑不了多久，而且爸爸这脑子记不清什么事。哟，爸。药呢？爸，脾胃虚弱，神经衰弱，抑郁失眠。哎，这相关的药是一个也没见着啊。六味地黄。枸杞、海马干、袋鼠精，我去，这黄色小药丸儿，儿子，你老爹，我看您以后还是装肾虚吧。您瞧瞧您这气色，你爸爸为什么装病啊？还不是为了你能待在家里的。您瞧瞧，您这又好了。少废话，
帮爸爸看看这串怎么样？您哪来的这个？这是我最近认识一个朋友，他送给我的，说价值观。一个朋友？最近认识的？小野，你也想玩啊？叫上你爸，叫上你一哥，咱们搓八圈。哎妈，啊，您刚刚那三个朋友呢？走了呀。那我儿子回来，他还赖在家里不走啊，多没眼色。那几位是您新认识的朋友？啊，怎么了？他们人挺好的，不是图咱们家钱来的。确实不是冲钱来。杜哥，你也是艺人，这段时间有没有察觉哪里不对劲儿？家里有艺人来过吗？没有啊，怎么了？我刚刚检查了门锁，有用气开过的痕迹。我把我的房间也查了一遍，一开始没发现问题，直到我看见那些我从来没有动过的区域，那么干净整洁，还一尘不染，我一下就明白了，有人用气将翻过的地方还原了。那王总的房间是不是也被翻过呀？他们在睡觉，我还没去检查。不过白天我翻我爸柜子的时候倒还挺乱的，没有气的痕迹。你说他们这次是冲着王总呢还是冲着你啊？这次肯定是冲我来的。那他们图你什么呢？哎呀，这我就不方便说了。哎，杜哥，我问你啊，如果真遇到什么事儿的话，你还愿意帮我吗？帮。成，那你过几个圈里的兄弟，暗中照着家里每一个人，但千万不能让他们知道。放心吧，包在我身上。得嘞。哥们儿，你这什么异能啊？正常人呢，每分钟要眨10到20次，每次用时0.2秒。而我的异能就是可以永远不用眨眼睛。王总，你看，下一个，杜哥，这又什么异能啊？这正常人吧，吐泡泡，他要不得喝点洗衣粉，要不呢就弄点泡泡水，他是什么都不用，自己就能吐泡泡。啊，下一个。嚯嚯，停！哎，停停停停！哎哎，停！哎停停停停停停停！王总，您看刚才湿哒哒的衣服，在我的异能之下，立马变干了。哥们儿，你哪儿工作的呀？洗衣店。非常好。下一个。哎，好好好，您先请回吧，辛苦。杜哥，还有没有更靠谱一些的呀？怎么，这还不靠谱啊？这可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啊，人家都不出山呢，我是费了好大的劲才过来的。唉，那成吧，就他们得了。那行，那你就先拿200万过来吧。200万？这可都是世外高人的，200万都算是友情价了。杜哥，我哪来的钱啊？要不这样，你直接从我家账上拿不就完了吗？哎，别别别别，我只是你爸的一个助手，你家的钱我怎么能随便乱动呢？哎，你知道现在
这才是高手啊。哥们进去聊聊呗。阿莲，你俩干嘛来了？是这样的，我们刚开车到，本来想上去敲你门找你的，结果发现今天太晚了，就准备在车上对付一下，明天再登门拜访。车上不冷吗？住酒店啊？没钱呀、啊。你可是冠军，这艺人演武大会的冠军，不是天师路就是通天路，也不给现金啊。哎，既然大家都缺钱的话，走吧，跟我搞点钱去。张楚兰，咱们不是还盯梢的吗？他怎么来了？阿莲，盯我的梢？是这样的，我们呢是来盯别人的梢，然后别人呢再盯你的梢。哦，在我家门口盯别人的梢。走吧。咱们一会儿要见的金圆圆是投资女王，当年的神童，19岁就替他爸管理着好几个亿的资金，主要是他还特别能喝，这么多年没人能灌倒他。哎，对了，冯宝宝，听说你也挺能喝的，给你个任务，陪好他。那我呢？帮我挡个剑。什么剑？丘比特之剑。王爷，你武当山晃悠这么多年，还是回来了？哎，来酒吧还拿保温杯，服务员，给他上酒，干杯！金姐，其实我这次来找你是想让你帮我个忙，能不能帮我借点钱？之后我连本带利还给你。你王爷张嘴，我能拒绝吗？但是有个事儿我一直想不明白，上次我跟表白就是在这儿吧，第二天你就出家了，什么意思呀？没什么意思啊，我那是不得不去。那要是今晚我再跟你表白，你是明天又出家呀？丁姐，哎呀，金姐，你放心，王爷这些年在武当山绝对想明白一件事，那就是非你不娶啊。这俩是你爸员工？不是，是我朋友，送快递的。木油。你王爷能有朋友？干杯。小妹妹酒量不错哎。你要多少？200。200个没问题，但你总得压点什么吧？压什么？我。干杯！还真是酒。王爷，你这朋友什么来头呀？干杯。怎么弄啊？酒到期了，干杯。干什么杯啊？他都答应刚才借我钱了，你给他灌成这样。就是。你不是能算吗？双色球的颜色你都能算出来。
算不到自己酒量这么差。钱，钱，哎，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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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擦。哎，哎，上车，上我的车。哎，上车！就这个破车能坐几个人呀？醒了？嗯。哎，对了，我还没问你呢，你找我什么事儿啊？想必你已经听说了，我拒绝了天师赌。嗯，啊？什么？你拒绝了？嗯，当初我那么想拉你寻找真相，结果你自己拒绝了。所以我这不是来找你了吗？哎，要不你帮我算算真相呗？嗯、你当我摆摊算卦呢？怎么被人盯上了？要不我拐两个弯？不用，他们跟了一路了。要不咱把他引到个没人的地方，来了。干什么都有人盯梢的感觉，可真不爽啊！我感觉我现在就是个灾星，真不该掺和这假身的事儿。咱们到哪了？西部直门桥。上桥。好嘞。车技可以啊，也不知道后边那几个哥们儿天亮之后能不能下桥。那是我的车技，就是哪都通最后的防线。来约战了，你说人大如何成都在占有满足长音长听方长清静音是成龙罩的世界和出来的翠露看不清迷雾夕阳成为我的支柱我想你会发现人生被跳过束缚想要的逍遥我们中间潇洒不用风雨打遍生风吹散所有烦嚣云雾笼罩四方我既逍遥又何须再伪装人潮拥挤追逐不变的规律我有些受够如此盲目的前进驻足于山门外与忧郁城市中又有谁能看走这浮躁八卦出去方位内镜中不吉凶拂袖扬长与临身不安处你说人大如何成都在占有满足不由风雨那边乘风吹散所有门下起歌聚散
小照片只辨认十分，绕个又挣扎。七个巨小照片只辨认十分，绕个又挣扎。山间的风得以越过苍松，慵懒地低着头，好像我在白日梦里的身影，轻倚着车窗。要学会面对片刻迷茫，请别执着方向。你说人大如何成都在占有满足，常听常听方常清静一时辰笼罩的世界何处来的退路，看不清迷雾，信仰成为我的支柱。我想你会发现人生被跳过束缚，正常迷雾变正常的心，你想要的笑。